百货周年庆从九月开打到现在，战火持续燃烧。各家业者除了大打价格战冲业绩，现在就连来店里也成为新战场。莫系列商品主打疗愈系，另一家则是派出神猫凯蒂上阵耍萌吸粉丝，或是找来国际品牌合作推出联名赠品，同样大受欢迎。那个伞很特别，双层的，里面还有那个绘画。北部百货周年庆逐渐进入尾声，南部业者则是压轴拼场，除了推出质感价的联名礼，这次更喊出下杀两折起的优惠，吸引不少小资族目光。因为现在正在周年庆，然后折扣都很低，刚刚帮我妈妈买了一个包包，是要送她当耶诞礼物的。另外活动期间消费满额还有机会抽中百万名车，业者大手笔祭出好康，就是要全力抢攻年底这一波耶诞节和跨年的消费商机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